手，接手，接手，重新。啊，一人只能一次重新，好，一人一次。那什么？不是，不这么小心。爸爸眼睛好小。你的眼睛。不要亲人家屁股了。他们都照那个路线。哦，爸爸眼睛。不用照路线，主要是参考。你不要亲。哦，爸爸眼睛一个双眼，一个单眼。对啊。这是发夹问题。好好笑、哦。没发夹。小胖开的不错哎，竟然没有摔。你这样讲他就不行了啦。哦哟。我应该比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你觉得那个意大利赛道是比较简单？嗯，意大利的那个。那你要什么车 ？Hyper。还是哪一样？你在这里就这样。嗯。你是不是在录音？你怎么知道？还是哪一样？嗯。还好想。一些五十万。哎，你们都没有跟金明迪玩、啊。就玩啊，哥哥不玩。金伯成。等一下。捏他，捏宝他。金明迪还有没有好玩？啊，他帮我玩。想不想玩？那哥哥，他帮哥哥玩。他是要什么？一个一次玩的。所以他已经进完了他的失败。那换我 ，Yes。外周，外周。职业送哦，要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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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一点，我要赢哎，要赢了啦！赶快赢啊！人脉呀！刚牌的玩家就先选一个颜色，假设我选黄色。哦，所以跟这个一样，只让时段不一样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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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黄色，然后下一位玩家你呢？你就要先抽一张，然后翻开来看，如果抽到的。不是黄色，就要再抽一张。啊，所以第一张跟这个也跟这一样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不要扯，你先不要扯。那如果不是抽到的是黄色，就只要抽一张。也没有。把身上所有的蓝色卡丢出去。就这样。对。聊不了，不聊，说明不清。好，换换小婷讲讲解。换你。是很清楚啊。你听得懂啊？他听不懂啊，换你再讲。卡比色就是你出黄色，然后第二个玩家你就要把所有的黄色出出去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挑拨艇啊。干嘛、啊？我要开赛车，这个小不行，你要跟金明提玩啊，这样他会客诉哎，说你们来都没陪他玩，他都一直在跟人家、啊、跟人家聊天。很好玩啊。他会不。为什么你吃东西是看手机啊？你也是。我要吃那个好一点啊！很多面中的面跟一点面。